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11面，411面第七行啊，第七行当中，从位移为善心生也，我们从这里看起啊，从这里看起啊。位移是康僧铠的译本啊，善心生也。这个善生善心者，以惭愧之二法，即无贪等三根为善之自性。与之相应而起之一切心心所，名曰善心。我们就看到此地啊。善恶是有标准的，标准很多啊，不能够一概而论，众生根性不相同，造业前生广狭也不一样，所以一切众生受报啊，当然也不相同，都根据业力，而业力与善心有密切的关系啊，心之善恶。诸佛菩萨、天地鬼神，确实非常慈悲，不愿意看到众生受苦，虽然这个苦果是一切众生的功业，自作自受啊，特别是佛菩萨真的是不忍心见到，所以以种种善巧方便，希望众生觉悟，回头是岸啊。那真不回头，那就没有法子了，灾难会降临。啊，最后的灾难降临，我想已经不是佛菩萨了在那个地方指挥操纵，不是的，而是什么呢？业感啊，业力自然的反应，啊，这个就是灾难，是业力所感的，啊，与佛菩萨、与天地鬼神都不相干，这才叫真可怕了。啊，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，马上就有回应，啊，这个回应是业感。啊，善好事啊，也是反应，
有许许多多佛菩萨随喜加持。那不善的业，像大灾难来临，诸佛菩萨都流泪呀。不能撑手啊，无法援助啊。啊，众生只有在这个情形这个状况之下了，才能把自己所造的业习消除啊。所以我常说，三恶道不是坏地方，三恶道是众生消除罪业的地方。那三善道呢，同样一个道理，是消众生修很多福报，在这消福报的地方啊。真正的好事不造善恶业是最好啊。啊，那么佛菩萨释出世间圣贤都叫我们断恶修善，断恶修善讲的是事，事要做，不能有心，有心就造业，没有心呢，没有心叫净业啊。净业没有果报啊，净业的果报在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门非常非常广大，没有边际啊。啊，弥陀的宏愿，戒引一切众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啊。你看看现在恶道众生念佛往生啊，我们看到畜生念佛往生，花草树木啊，花有花神，树有树神啊。华严经上讲有七十众生啊，他们听经闻法念佛也求生极乐世界啊。鬼神更不必说了啊。所以这个善生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人有惭愧，做了不善事情，良心不安啊。但是事情做了，这是个善心处，他有后悔，他能忏悔，他能改过啊。愧心生了，怕害怕舆论指责啊，害怕了别人对他的批判，因此不敢做坏事啊。所谓是畏惧舆论的制裁，现在这个世间乱，舆论也乱了。善恶的标准没有了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这个事情所赶的就是大灾难要降临了啊。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普遍降临了？不是，有福报的地区，实际上这个地区
有福报的人多，掉地去就没有灾难，或者是这个地区的灾难很小，没有严重灾难。啊，如果这个地区人没有福报，造的业很重，那这个地区就会有大灾难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一定要断恶修善。啊，善心是我们本有的，本善嘛。哪个人没有善心啊？为什么善心失掉了呢？你迷了自信。迷在哪里啊？迷在以为这个身是我，于是迷于自私自利，迷于名闻利养。啊，迷于五欲六尘，迷在这里。啊，良心丧失掉了。啊，这个里头因素很多。啊，迷这是根本原因。迷了，不相信佛菩萨了。圣贤教诲呀，不但不能接受，还激烈排斥。啊，这些东西是封建迷信，啊，是古人一种虐待人民的手段，他要这个说法。啊，自己不接受，还要叫一切众生都不接受，那这个地区就会有大灾难。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啊，所有灾难，谁也不能够避免。啊，自救之道就是念佛。啊，念佛一定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目的就是求生净土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贪念，你的心就安了。什么灾难来的时候，你不会慌张。啊，不会惊慌，不至于失措。啊，你知道该怎样应对。啊，到那个时候，你的智慧升起来了，那是佛菩萨帮助你，神圣在帮助你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把心念转过来是第一重要。啊，决定没有恶念。啊，决定没有害人之心。啊，纵然被别人伤害，也不害人。啊，别人害我，自己要好好的去想，那是替我消业障。啊，我决定不能害他。培养自己的善心，培养自己的善根。啊，希望自己能做到纯净纯善。
没有丝毫恶念夹杂在其中，这就好啊。啊，这是善的自信。啊，与这个相应而起的一切心就叫八识，五十一心所，心心所通通善。这就是纯净纯善的心，这个我们做得到啊，这不求人呐、啊，啊，求自己啊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绝不伤害一切众生。包括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，爱心遍法界，善意满娑婆。我们要把这两句话做到。那现在呢？就弥陀本愿，这只对净宗之真实信心，这是善中之善，无比的善心啊！你能对净土能相信，对净土的经论能够理解，能真正发愿求生，这一切善都不能跟这个善相比。为什么？这个善你做佛了，其他的任何善心善行你成不了佛。那这个善心一生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的一生圆满成佛了啊！所以这还得了呢？身意就是身口意三业，柔软为心柔和而随顺于道，贤首大师望经还原观跟我们讲四德，自信的四德，第三条就是如何制止，如何能化解现前社会冲突，如何能化解地球上的灾难，柔和的反面是刚强，刚强容易制造矛盾，容易发起斗争，不是好事。啊，我们学佛修道，祖师大德给我们念出信德的四个最重要的，随缘妙用，威仪有则，如何制止，待众生苦啊，这个世界很苦，活在这干什么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用什么方法？用讲经教学帮助人破迷开悟，诸佛如来
如是作。菩萨祖师大德也如是。我们能不效法吗？能不尽心吗？啊，这是续佛慧命，这是利益众生啊！啊，惠于众生，真实之理。啊，随心如火，随顺如道。啊，道就是自然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，具体为我们说明。五伦是道，五常是德，啊，道是大自然的法则，不是人为的，啊，父子有亲是道。这个关系是道，不是人为的，不是哪个创造的。啊，夫妇有别，君臣有义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伦常大道啊！啊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大德。啊，起心动念决定不能违背。啊，仁是爱人。仁者爱人啊。义者循礼啊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合情合理合法，把情放在第一了。啊，礼是讲节度的，不过分，也不能不及。所以礼后头有个节，节制。啊，欢喜，有一定的标准，不能超过。愤恨也有一定的分寸，你要拿准。啊，过于不及。都不得其正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理智，不能感情用事啊，信是信用，无论跟什么人往来，决定有信，随身遇到。啊，如《法华经》曰：“众生即信佛，智之意柔软，柔软就是柔和。啊，智之就是心地真诚。啊，真诚的心。”柔和的态度，
啊，盖此土众生刚强难化了。啊，这些佛都知道啊。啊，娑婆世界众生刚强难化。佛菩萨现身说法。啊，先把如何知之做出来。你看到了，用这种方法调伏教化了，否则的话，你说没有人相信。啊，必须你自己真正做到了。啊，人家恶意的回报你了，你用真诚如何对待？哎，你做到了，大家相信；没有做到，光是照经上讲的，他人不相信。啊，那今天弘法利生，真的就有人来帮助你，帮助你什么？来回报你，来侮辱你，来陷害你，哎，让你做样子给大家看呢、啊。你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真做到了，他就会开始反省。那、啊、都是菩萨了，就像在舞台表演，这个演。正派的那个演反派的演的都非常逼真，那都是一流演员演的最好，这个要知道啊，世间没真的，游戏神通而已啊，别当真了、啊。啊，所以对伤害的人为什么还那么恭敬？啊，对羞辱我们的人，哎，为什么每一天这个诵经念佛还给他回向？这个里头意思深呐、啊！啊，所以。你真正想修行，真正想帮助佛法，你什么都要受，不论人家是有意无意啊，加害于你，统统要受，欢欢喜喜的接受啊，用感恩心回报。啊，社会大众都觉悟了，都学菩萨了，这社会马上就恢复安定了。啊，社会和谐，世界大同，真可以做到啊！佛法。可以帮助国家治国平天下，三土啊，土者道也，这是道路，三条道路途径啊，这三途是什么？恶鬼畜生地狱，这三途啊，啊，恶道啊，称为途，火途、血途、道途啊，这底下
有解释。小玉兼寒月，小地狱，八寒地狱，八热地狱，大地狱唯一在热。从热而言呢，故地狱名为火土。啊，地狱是一片火海啊。啊，有人说将来的大灾难，地球啊可能变成火土，温度太高。啊，地球表面上的温度啊会上升到40度到50度。你说这个多可怕。我们现在35度以上都感觉到受不了了。啊，到40度50度人怎么活啊，可不可能？很可能。地球温度不断在上升。啊，30度到40度的这个地方有富人居住的。啊，修复的人。善行人居住的，心行不善的居住的地方的时候，那都是40度到50度。啊，所以地狱名火土，畜生互相啖食，故曰血土。畜生死很少不流血的，啊，都是被大的动物吃掉了，所以说弱肉强食，畜生道啊，啊，畜生确实这个现象。这是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。啊，恶鬼呀，常被吃鼻，故名刀徒。啊，刀是什么？是畏惧的意思。这是恶鬼呀，常常恐惧有人要杀他。啊，这些恶鬼也被势力大的逼迫他，为他当差，听他使唤。啊，自己身不由主啊！啊，造作的是贪婪之业。啊，贪而无厌的魔鬼道啊！啊，你怎么待人？到鬼道的时候，你看人家怎么对你，果报现前。啊，所以这叫三途。恶趣众生在疾苦处，蒙佛光照，其苦修止。而得安息。故云戒得休息。这是佛光对众生真实的利益。啊，
这讲三途疾苦之处，疾苦是大地狱，无间地狱啊，见到佛光了，听到佛号了，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去呢？有啊，越是苦的地方，佛菩萨越不舍弃啊，他在那个地方念佛，在那个地方啊放光，只要有一点善心的人，在地狱里头是不是良心未泯呢？还有一点善心呢，他能够感受到啊，感受到佛光，他听到佛号，业障很重的人看不见佛光，感受不到，也听不到佛号啊，完全看个人呢，就业障的前身呢不一样啊。所以大乘经上常讲啊，佛度有缘人啊，有缘人，换一句话说，还有良心的人啊，还有一点惭愧心的人，好多啊！啊，这种人堕地狱去了，啊，堕无间的去了，还有救。啊，所以说戒得休息，他受苦啊，他可以能够终止。无间地狱受苦是没有间断的啊，他能够终止，往往在终止状况当中，他就能超越，就能离开地狱。因佛本愿曰，阿弥陀佛发愿讲见我光明，照出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这个愿好啊！啊，今此殊胜光业，正是此愿之成就。啊，这个大愿的成就啊！阿弥陀佛，愿愿都兑现了。一个善心的人，有良心的人啊，不忍心害人的人，甚至受害不忍心报复别人的人啊，他纵然有恶业而不小心堕地狱去了，很容易出来这种人也不少啊。临命终时一念错了，误堕地狱去了，啊，也得受一点罪，消一点业，啊，佛菩萨看到，与佛菩萨有感应。啊，所以他离开也快。真正听到阿弥陀佛，听到经典，经典不必听多，一句一记，他要是觉悟了，都能往生。下面说
经云：“命中得解脱。”正是愿文当中慈心作善往生极乐之意。由上可见，三途疾苦之众生，见此光顾，尚能惜苦，命中往生，故知弥陀愿力，微光摄受之力，居不可思议。从这些经文当中，祖师大德给我们分析讲解，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了，都是在帮助我们啊，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，究竟苦是六道，一定要知道六道痛苦，六道里头没有乐受啊。欲界人天三苦具足，色界虽然没有苦苦，它有坏苦有辛苦，无色界天没有物质现象啊，它真是高明。啊，知道物质现象有累赘，放弃了，不要物质，不要物质就没有坏苦，所以他只有辛苦啊，辛苦就是他那种乐，他不能永恒保住，寿命到了还往下堕落，这叫辛苦啊，他保不住啊。啊，怎样才能保住呢？超越六道就保住。啊，这三大类的苦啊，你永远断掉了，不再受了。啊，六道没有了，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明白了，做了一场噩梦，醒过来了，醒过来是四圣法界。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，要用四土来讲呢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，方便有余土是净土啊，六道是秽土。啊，经云：“命中得解脱，正是愿文中慈心作善往生极乐之意。”啊，由上可见，三途疾苦之众生，以见光故，尚能惜苦，命中往生，故知弥陀愿力，微光摄受之力，居不可思议啊，就通通不可思议，弥陀愿力不可思议，微光不可思议，摄受之力不可思议。佛菩萨跟我们人类不一样啊，人类看到人家行善生欢喜心啊，要鼓励他奖励他，造恶的时候惩恨心，要惩罚他
佛菩萨没有。佛菩萨见善见恶，心是平等的，心是清净的，所以他有理性，他不动感情。纯是一片爱心，所以这个众生是享福是受罪，那是他自己的业力，这个佛菩萨没法子改变他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这是跟你讲理啊。啊，所以业力佛菩萨也没有办法把你转变了，佛菩萨只能教你，教你自己改过自新回头啊，没有办法把你的业力消掉，他消不掉的啊。所以你造作的这个恶业你一定要受恶报，你造作的善业的时候一定要是要享福，这就是说善恶业都不能离开六道轮回。那离开六道轮回，要把这个善恶业报舍掉。那不搞这些玩意儿了。啊，这才能超越。你有超越的这本钱，有这个条件，佛菩萨就帮得上忙。没有这个条件，佛菩萨对你帮不上。不能不懂啊！又观经曰：“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，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”这是讲的摄取不可思议。这就是什么戒瘾呐！啊，摄受众生戒瘾到极乐世界，取是戒瘾的到极乐世界。啊，佛为什么这么说法？因为你本来是佛，你要记住这一句话：你本来是佛，他怎么会不戒瘾呢？当然会戒瘾。啊，只是你一时迷惑，造作太重的罪业，对你没法子。你那个罪业要丢掉，你才能成佛。那个罪业只有你自己放下，佛没办法帮助你。啊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诸佛菩萨平等慈悲，没有偏爱。啊，没有说我对你好一点，对他差一点，没有。啊，决定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但是戒瘾有先后，那是你具备的条件足不足。啊，具备条件足了，马上戒瘾。啊，再欠一点的时候，等你补足了再来戒瘾。公平，没有自私，啊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处事待人接物都应该要学习的。啊，帮助人也是一样，这个人有条件，啊，可以多帮助他一些。啊，老师教学这非常明显的例子。啊，这个人学习非常认真，非常努力，老师多关照他一些。那个人懈怠懒散，啊，业障很重，啊，听都听不懂，那只好随他去吧，让他跟着学好了。啊，老师对学生平等的关怀，没有厚薄。
啊，表面上看也不懂，这老师对这个人好好啊，对那个人不好，不是的。你完全错怪了，你不了解。那就像印光大师说，这个人有十分恭敬，他能得十分利益。老师要不给他讲十分，讲九分，对不起他。那个人只有一分诚信，老师只给他讲一分，讲两分，他接受不了。这好像看到就有厚薄，有不一样啊！不是老师不一样，是学生根性不一样。啊，老师的慈悲、关怀、照顾，完全平等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你才真正认识圣贤人呢。换一句话说，你才真正认识那个人是个好人。好人没有私心，好人没有偏邪。那自己心不正，看别人也不正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啊，自己要是正了，看什么都正。认真修学重要，啊，经要多听，啊，初学，我们的疑虑很多，犯错很多，那怎么办呢？多听经，啊，真正理解了，搞明白了。这些问题全都化解了。啊，一遍听不懂没关系，两遍、三遍、十遍、五遍。啊，现在有这个机会要抓紧。啊，什么机会啊？科技这个机会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电视、用网络，尽量抓住这个机缘，怕的有一天什么电没有了，这个大灾难的时候毁灭性的啊，卫星没有了，网络没有了，怎么办？恢复到原始的时代了啊，所以书跟讲义重要啊。那么有了，我还有书看呢。啊，我们这一次这个《大经解演义》要写出文字，印成书。啊，大灾难期间当中，这个还能多人。啊，到那个时候，光碟没用了，电一断了，全没用了。我们通通都要想到啊，看看美国人编的这个2012的电影，你想想那个状况，所有一切科学技术、科技文明全毁了啊，出门没车了，脚踏车管用啊。啊，没有轮船了，没有飞机了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得用帆船了。啊，出门汽车没有了，那只有坐马车了、牛车了，啊，只有用这些东西做运输、做代步。啊，我们对于日常生活要学啊，烧火煮饭啊，挑水种菜都得要学啊，
你不学将来以后你没办法生存啊。如果觉得这太麻烦了，那就一心念佛求往生啊，这是念佛人懂得啊，一日到七日可以办得到。啊，经上讲，一日七日，用意很深呐。啊，告诉你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哦，这个经文很管用。阿弥陀佛的相好，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，一一相有八万四千随性好，不是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啊。啊，一一好中有八万四千光明，这个光明就是法门，教化众生的，戒引众生。啊，所以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，念佛众生啊，不念佛的众生佛光也照，他没有感触，因为他有业障啊。念佛的众生佛光照住，你就感受到了啊，佛光戒引，佛光照顾你啊，在极难的时候会有人递信息给你，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法。